田里的，还能是个高山区田里的，哦，边上有一个房间呢，你看机器收割稻谷，头拿好了，头拿好了，你看很快就要收割完了，哦，原来底是在外面，哎，有稻穗的。在里面呢，看清楚，对呀，稻谷应该在里面呢，它不会跑掉。看清楚，看清楚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哎，黄黄的应该是稻穗呢，黄黄的应该是稻穗。哦，好厉害啊！就是排上排铺排哈，铺排堆上去了，然后经过可能一个打稻谷的地方啊，然后稻谷就留下来了，它那个稻杆呢哈，稻草啊，稻草就它排出来了，好厉害，好棒啊！